我数到三，一起打开。不是正面啊！哎，你知道你的贴都在哪里吗？那我们正面。哎，那我们先默默的回去好不好？好，先回去，默默回去。不能看哦，不能看哦，你只要看到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咦？哦，别歪了。哇塞，好难哦，好难耶，蛮难的。好哦，大家大概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从陈思瑶，你看起来就没有看过武侠小说。有，我有。那你看什么？我看金庸的啊。金庸的哪一个？你喜欢什么招式？ 我喜欢什么招式？我喜欢降龙十八掌。你喜欢什么？是不是有在硬聊？降、哎、龙、哎、是一个人。哎呦，我最喜欢看的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真假？哎、哦欸，我突然发现是消毒壁啊。太慢发现了吧也，我原本躲避，而且我剑也不见了，我傻眼。好，我们装备齐全，我也恢复到躲避的状态。好突然，会突然忘记自己。那个部落魔法怎么喊？你要问他。啦啦，不是，你要问他。魔法隐藏在我们的，隐藏在觉得这是一个坑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你还是要聊天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聊武侠，我们聊武侠。对啊，你刚刚说你喜欢什么？降龙十八掌。对，降龙十八掌。那你真的会吗？需要拿什么东西？我不会啊。招式什么？现在在干嘛？你怎么这么坚持要拿扇子？我想拿扇子啊。好帅啊！你要穿上的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明明就说你要拿小英的拐杖，你突然又要拿扇子。对啊，你干嘛？你很奇怪。你很奇怪，你要陷害谁？你很奇怪。枪十八掌好像没东西，是不是就是讲话就是讲不懂？气功这样子啊，内力，你内力好强啊！你下一跳是？对啊，那你一示范呢？示范怎样？你示范啊？十八掌？对啊，你看过没有？会？好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掌在哪里啊？只有一只掌，只有一只，哎，它只有一只手。要不然你示范，你示范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有看过包青天呐、啊，包青天好熟啊！你有听过他的歌吗？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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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一对，就是当那个武侠里面的角色，你觉得生涯最适合哪一个？哎，对，有什么厉害的可以？他只认识包青天啊，你只是包公，好难聊，好难聊。郭靖吗？对，类似那种。对，他那你自己想要当？郭靖不是唱那个吗？下一个天亮。下一个月圆亮。等等等等等，那你自己想要当哪一个？那我就是要跟随他旁边的那一位。啊！你跟随他旁边的，郭靖是小龙吗？黄蓉啊，小龙。那我郭靖是跟郭靖是跟黄蓉，黄蓉那我就跟黄。那你洪七公，洪七公就是一个丐帮的帮主，我不要当丐帮帮主。好吧，那你不要，不要，肉体淘汰。对啊，什么厉害的？你看一下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好难哦。他刚刚有说不要，他有说吗？有啊，我不要。快！
你的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换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要折对不对？我给你换。对啊，可以去发问，对不对？可以发问。你不用粘上去了，你就拿下来。对啊。我们都知道是什么，我们都知道。好可爱哦！对呀，我喜欢这个。跟我说好可爱。那吃呀。直接把剑给你，我说，嗯，我觉得你的葫芦很可爱，你就直接拿给我说，哎，你要遮是不是？然后就拿给我。